下面呢，我来说一下这个左右根基独立。好，我们从青龙出水开始，微左转，后坐，两手对拉，从这里开始。然后呢，第一动，弓腿插掌。好，随着身体呢向前弓腿，右手呢由手心斜向上转向呢是个插掌，左手呢是一个托掌。左手托掌的时候，我们由虎口向右转到虎口向上。好，第一动啊，弓腿插掌。第二动，后坐，左手下按，右手上起，同时把右腿带起。落脚的时候啊，我们往斜前方啊，往前方落脚。下按的时候啊，手从中线下按，右手从中线下按，分至两侧按掌，左手把左腿带起。好，按掌提膝。